这是我一直都不想提及的事情。去年夏天我搬了新家，噩梦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上任租客留下个望远镜，今天正好没事儿，来来玩玩。谁家？他们为什么都朝着我家进来？真晦气！这么漂亮的，哎，换个高倍的镜头试试。我，咦，房间里，味道好奇怪，这上面到底沾过？什么意思啊？那之后我就一直睡不好，总能看到不同的那个女人。本师傅，你们能看到吗？好痛，又是一个失眠的夜晚。在舒缓的歌曲，这真是一个腿终于不疼了。这下没人偷看了，这样晚上就不会着凉了，可以安心睡觉了。